三星前排推出 A6 Plus 同 A8 Star 两部中阶手机都有唔少旗舰功能，而家就带大家睇下。A6 Plus 有6寸屏幕，具备 Snapdragon 450处理器、4GB RAM 同 64GB ROM， 指纹感应器就响双镜头相机下面。A6 Plus 的卖点之一是2400万像素的前置相机，还有可调校闪光灯，专为自拍而设。A8 Star 就有 6.3 寸屏幕，具备 Snapdragon 660处理器、4GB RAM 同 64GB ROM， 支援分割视窗模式，指纹感应器就响双镜头相机隔离。而 A8 Star 的卖点就是后置相机，具有2400万同1600万像素大光圈镜头，会自行转换日间或夜间模式。除了双镜头相机，两部手机还支援脸部识别，中阶价格就有齐旗舰功能，其实非常抵玩。